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一节，耶稣抬头看，看到好些人将所献的迄落裤棒，搁看一个善良寡妇，迄落两个小钱，就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个善良寡妇所献的比正人较济，因为正人拢是家己有剩，摕来迄落去献，但这个寡妇是家己无够，将伊一切生活费拢献落。果真有人讲起圣殿是用好酒甲所献的蜜来装叉的，耶稣就讲：讲到恁所看到这一切，将来日子到，伫遮无一块石头留伫石头顶，无予人扯落去。因问伊讲：先生啊，什么时阵有这个事啊？这个事要到的时阵，有什么掉头啊？耶稣讲：恁着谨慎，唔通受迷惑，因为将来有真济人冒我的名来讲我是基督，佮讲时近啦，恁唔通去对因。恁要听起三件佮扰乱的事，唔免惊吓，因为这个代志的确大成有。总是末期无随时就到。十节，彼时耶稣对因讲：百姓要起来攻击百姓，国家要起来攻击国家，地要大震动，真济所在要有饥荒、瘟疫，搁有虫惊的异象，甲大神也对天里显现。十二节，但这一切事会大成。人要下手抓恁，捆绑恁，将恁交予会堂，甲收伫家牢，搁为着我的名，拖恁到君王、甲官府的面前。但这个事要正做恁的见证。十四节，所以恁得立定心意，唔通大声思想要怎样分数，因为我要赏赐恁口才智慧。是恁一切敌人所未会抵挡、并未倒的，连恁的父母、兄弟、亲戚、朋友，也要将恁交官，恁也有予因害死的。恁要为着我的名，予众人怨恨，总是恁连一支头毛也未损坏。恁常常存忍耐，就要保全灵魂。二十节，恁看到耶路撒冷和军兵所围，就通知伊会爬远近啦。迄时伫犹太，应当走到山顶去；伫城内，应当出来；伫庄稼的，唔通入城，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。和圣经所记的，拢得到应验。当遐日，怀孕的。甲予婴仔食奶的妇人有灾厄，因为要有大灾难降伫即个地方，也有生气到伫即个百姓，因要予倒台死，搁收掠到各国去。耶路撒冷要予外邦人吞打，到外邦人会日期满。日月节，日月星宿要显出掉头。地面的邦国要困苦，因为海鹰的响声就混乱，天色拢要震动。人想到迄个得要临到世界事，就拢惊甲魂不附体。迄时，因要看到人主有能力、有大荣耀，坐云降临，拄拄有这个事，恁就当挺身仰头。因为恁赎回日子近了。二九节，耶稣搁说，比如对因讲：恁看无花果树，甲各项的树，伊不应的时阵，恁一看去，自然知热天近了。安尼，
恁看到这些事渐渐成就，也该知道神的国近啦。我实在跟恁讲，这世代还未过去，这些代志拢要成就，天地要废无，我的话却未废无。三十四节，恁要谨慎，惊了因为贪食、醉酒、甲今生的看虑，累掉恁的心。迄日就亲像落网，忽然临到恁，因为迄日要安尼临到全地面一切徛起的人，恁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互恁会得闪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来徛伫人主的面前。三十七节，耶稣即是伫殿内教训人，免是出城伫一座山。名叫橄榄山，秀美，正百姓透早去圣殿，到耶稣遐，爱要听伊讲道。